1930年的颐和园没有现在的色彩夺目，却多了一份古建筑的沉稳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，荷花在昆明湖中随风舞蹈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，北海公园中的荷花也展现着自己的腰肢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，北海东宫中栩栩如生的九龙壁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，1930年的天坛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，骆驼车队在城墙外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，玉峰塔位于北京西北的玉泉山主峰上香积寺内，玉峰塔影视镜名园16景之一。图片来源高品图像。